店长被抓着，这是小辉，他就从这里面骗出来。小辉确实也挺胖的，有好有可爱。水似墨浪漫的涂鸦，我们天马行空都说了很多情话。那只小白我在家里边找一找，可能会在我家里边待着，如果我在家里边找不到的话，就可能是在外边。当小辉家庭新成员回到买的笼子里边住，